来了，哦吼，小黄龙呛瞎了。算卦的袁先生料事如神，但他一定不会料到我化为文士藏于他身。这个小黄龙是真的是数一数二难的一个 boss。先父为成全取经而死，我等无一日不想为先父报仇，却预计要打几次我不知道，不是流离失所无家可归。来了哦，要养没爹了，没了你便能了却因果。哇哦，有点痛。哇哦，等一下，他是很痛的那一种。我们前面是需要先熟悉他的攻击模式到底是想怎么样。这一个要识破的话，我觉得还需要熟悉一下。哇，他一直挡我的这个。他一直隔挡我的。他一直隔挡我的棍式哎。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当当当当当当当？什么当当当？就是当当当当当当当。所以说我们不能用那个什么东西，用棍式。我们只能用那个。好，我大概知道了。我们打他的攻击模式，不能用我们以往习惯的敲到两个棍式之后一棒，然后再定起来再一棒，没识破成功他就会挡，就等于说我们可能要累计三下直接。哦，可是那个容错率也很低，就是机器的那一招，你知道吗？他的这一个车，然后会挥一刀，好 ，OK。他一初次见面就先给我这两招。用这样子累积三下，好。啊，傻小，还会爆开哦。
要被打、欸。啊！他的这三下，如果我们可以完美的去闪过他这些的话，只要抓到那个怎么样？那个有点像是 tempo 吧，那种节奏，你知道吗？干，还有哦，哇，他还有哦，他这几下攻击完还有哦。这又是新的招式是不是？他又出新的招式啊 ？OK， 他还有其他招式，我们就是慢慢熟练。我们这一场下来看得出来，稍微熟悉之后的身法了吧？只是我们心态要稳住啊，我们不能让自己打到走心啊。他这个戳属实有一点，我觉得有点运气的感觉。他有时候一到他手这样举起来，一到这边就直接顺过来。有时候是我不知道，我觉得我们不能怕他、啊，因为我们用的是禁制绝流派啊，我们没有任何技能啊，所以我们不用等什么冷却什么的，我们就是跟他干到底那一种，把自己想象成是传说对决里面的悟空，干就完事了。我们遇到什么困难？
也不要怕，消除恐惧的最好办法就是面对恐惧，加油，奥利给！造孽！过了三小时回来，看你怎么还在打。没办法，这次刚好磕到了我的软肋啊。然后我用镜子解决就算了，我怎么讲，他还会识破我的攻击，等于说我没有办法使用我右下角那三个圈圈，我没有办法打出我平常那个一套护士，我只剩闪躲能用，我连识破都不能用。等于说这关纯闪躲。这他妈的这一招是不能挥快一点是不是啊？我敲他一下，我要把他剁两下。干你你啊！你都打那么多下，我挥你一下，你要打我。
这杀小啦。为什么他会抓技啊？他哪时候又多出这一招啦？自血哦！你他妈在我打到一半的时候游戏更新是不是啊？你杀小啦，干你老师的靠背哦！这什么你哦？我他妈的，我血还有八成，你直接，干你闹死！不打了，不打了，不打，不打了，不打了，不爽打了，我已经不爽打了。这游戏吼，随便的啦。我就想要挑战这个禁制诀。啊你妈的，你要把我的刺破给我封锁住，我没有办法去用我的那个球球打你。啊你又哦各位再见，不玩了。Tomorrow， 各位来吧，我们今天要来跟这个小黄龙啊决一死战，好不好？昨天打他打了三个多小时，那我们今天不屁话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是认真模式来打这个小黄龙 ，OK 吗？他就一下把我撞死了，我自己是真的也不想太快把他打死啊，会有点，你知道会有点感伤，你知道吗？毕竟他陪我对练了这么久，因为我每遇到像这种比较困难一点的 BOSS， 对我来说都是一种修炼了。
完了，还有。先父违抗玉帝旨意，投悬世曹，我等恐玉帝见罪，拜求袁先生搭救，逃离四毒。可袁先生说， yes. 躲得了一时，不放任何技能啊，好不好？我们这个禁字诀流派，单纯靠体术撸赢的。终归会有人来取我们的性啊！我相信我用体术打杨戬也是有办法的，只要给我时间。先生还说，舍身成人便是我族世世代代的天命，我信，但我不认。不是侥幸吧？对不对？不是侥幸吧？不是在为这老天做嫁衣。终于打到二阶段了。还有、你的三个兄弟皆已诛伏，不去相会更待何时？缘落缘起，再赌一把。吓死我了，妈的，跟我是怎么进到第二阶段了？干你老嘞 ！Check it up。